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So it's a great pleasure for me to attend the MIT China Summit. So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organizer for the invitation, which gave me a chance to present our work here. So as suggested by the organizer, given most of the audience are Chinese, so I prepare my talk in English, but I will give my talk in Chinese. 我今天的这个报告呢，是关于量子计算它的现状与就是未来。我是来自于就是中科院的这个量子信息创新研究院和中国科大。那么其实当前啊，就是大家对这个计算的需求呢是在无限制的增长。其实早在1943年的时候呢，就是IBM的这个CEO啊，这个 Chairman 就是 Thomas Watson 呢，他讲过。 因为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计算机就叫做Colossus，它大概有1吨重，然后呢，它的功率呢是大概8000瓦左右，它每秒钟呢可以做5000次计算，所以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家伙，它的功能呢就是当然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强大了，所以当时 Thomas Watson 呢，他就预测，他觉得全世界只需要5台这样的计算机就行了。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 Apple A12， 它每秒钟可以进行1万亿次的计算。那么，其实每个人所拥有的一个手机啊，它其实它的计算能力呢，跟当年的这个阿波罗计划的这个计算能力呢，是非常的相近的。所以大家看到，尽管大家本来认为计算能力是不太需要的，但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啊，其实我们对计算能力需求呢，已经得到了巨幅的增长。 那么更进一步的，在就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啊，这个世界上每年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体量啊，大概每年会增长一个40%左右。那么随着这个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呢，其实我们对这个计算能力啊，更加强大的这么一个需求。但是呢，随着这个摩尔定律的终结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计算能力呢，还是非常有限的。 大家做一个统计，目前全球的所有计算能力全部加在一起，包括我们的电脑、手机，所有的超级电脑加在一起，那么每年呢都没有办法就是完成对2的80次方个这个数据的搜索。那么这里面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摩尔定律啊，从前它告诉我们的每18个月，它晶体管的集成度啊就会增加一倍。但其实呢，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它已经达到了10几个纳米这么量级。 估计在不到10年的时间呢，它就会达到呢，就是纳米的尺寸，也是原子的尺寸。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它这个电子的髓穿效应呢，就会起到一种主导的作用。那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0或者1呢，就非常难以呢加以定义。那么这怎么办呢？但非常有意思的，量子力学本身呢，它为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呢，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是 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呢，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那么其实就是叫做量子信息。那么在量子信息里面呢，它用到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我们知道，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啊，一只猫呢只能处于死或者活这个状态。那么这两个状态如果变来变去的话呢，它就可以代表一个比特的信息。但是根据量子叠加原理的话， 在一只量子世界里面的猫呢，它是可以同时处于死和活这种状态的相干叠加。那么物理上来讲，任何一个两能级的量子体系啊，都可以用来作为一个量子比特的物理实现。比如说，我可以用这个光的两个极化状态来代表一个比特的信息。那么根据量子叠加原理的话，这个光子的极化它就可以处于呢 alpha horizontal 加上 beta vertical 这么一种状态的叠加。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想知道 alpha 这个参数是什么， beta 这个参数是什么呢？你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测量，把这光子呢送过一个极化分数器，它呢会穿过呢水平成分，反射呢树脂成分。那么在一次实验的过程当中呢，你会随机的以 alpha 磨平方的概率呢，发现这光子呢是水平偏振的；以 beta 磨平方的概率呢，发现这光子是树脂偏振的。 那么从这么个简单的实验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它这样的随机性啊，它是内禀的随机性，在你没有做测量之前呢，你是不知道它处于0或者1这种状态的。这是跟我们传统的信息处理里面呢有一个根本的不同。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样一种原理应用到多个粒子体系，比如说有两只猫，那么它甚至可以处于呢活活加上死死这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我们就把它叫做量子纠缠态。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对其中一只猫做一个测量，发现第一只猫是处于活的状态的话，那么另外一只猫呢就会瞬间的塌缩到这么一个活的状态，不管它们呢相距是多么遥远，那么爱因斯坦呢把这样一种现象啊。 就叫做呢，叫做遥远地点之间的诡异的互动。那么有了这么一个过程之后啊，从40多年之前，大家就对这些奇怪的现象呢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到今天为止，这个所谓的遥远地点之间的诡异互动，并没有这个检验啊，并没有最终完成。但是呢，物理学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已经发展了一种技术，能够对量子系统的状态呢。 进行相干的控制，这直接就导致了今天大家都在讨论的就是量子信息科学。那么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应用，也许是未来最有影响的一种应用，就是量子计算。那么量子计算呢，它里面用到的基本的原理啊，就量子叠加。那么我们知道，量子计算机它是利用就是说量子比特来加载信息，那么它可以处于呢相干叠加。 那么这么一来呢，由这个量子比特所代表的信息呢，就可以被用来做并行的处理。所以在这个量子并行计算的帮助之下，我们就可以对一个函数啊，同时对很多个不同的值呢进行同时的并行的这么一种处理。那么所以在原理上讲呢，可以导致一种计算能力的指数的加速。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算法就叫做休尔算法，他也是 MIT 的一位教授，目前是。 那么根据休尔算法的话，如果说就是说在它量子计算机上要来分解一个300位的很大的数的话，大概需要1秒钟就可以了。但是利用目前的万亿次的，就是我们手机这么一种计算速度的这么一种经典计算机的话，大概需要15万年。那么利用这样一种能力呢，我们就可以来破解密码，同时呢也可以大幅度的来提高气象预报、金融分析和药物设计里面的这一个相关的应用。 那么当然了，要实现量子计算机，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其中在过程当中呢，已经有一种东西啊，能够呢来取得部分的结果，我们就把它叫做量子模拟。那么量子模拟呢，是在量子计算领域，在短期里面很可能取得突破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个由 n个两能级粒子构成的这么一个量子体系。那么它是由一个2的n次方个 谢尔伯的空间来描述的。 那么这么个过程的话，如果有300个粒子构成的系统的话，你把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的粒子都拿来构成一台计算机，也没办法来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在80年代呢，查德·费曼呢，他提出来啊，我可以来构造一个由 n 个粒子构成的这么一种量子模拟机或者专用的量子计算机呢，来模拟这个量子体系。那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研究一些呢凝聚态物理里面的现象。 来研究超导的机制和量子霍尔效应等等，就是说可以来求解一些在目前最快的计算机上都求解不了的问题。所以具体的来说，我们在这个领域呢，在量子计算方向上啊，近期有3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我们希望能够在几年里面能够实现呢50个量子比特之间的相干操纵。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某些特殊的领域啊，可以来突破目前最快计算机的这个能力。 当然，这样的能力呢，到底有没有用，我们不知道。那么，第二步我们是希望能够来实现一种专用的量子计算机，实现呢几百个比特的量子的相干操纵。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已经可以来解决一些呢在物理学里面的用我们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当然到最后，我们希望能够来实现呢一个可编程的通用的量子计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实现多粒子的纠缠、长时间的相干。 和高精度的可容错的量子比特之间的这个操作，那么其实目前呢，在这个领域啊，有很多大学、公司都在这方面的开展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有谷歌、IBM、 英特尔，他们呢在超导量子计算方面做一些工作，然后在微软呢，在托普方面做一些工作。那么在大学里面呢，主要是集中在量子模拟方面，比如说 MIT 在这个方向 上是非常广泛的。 有光子超导和超能原子，那么在 Harvard 他们在超能原子，
那么在就马里郎，那么在离子检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那么在欧洲有相应的部署。那么在中国呢，在科学的创新研究人员里面，我们基本上呢是做比较全方位的部署，光子、超导、冷原子、固态和脱不态等等。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呢，主要是在光、超导和冷原子方面呢做一些工作。那比如说我们去年呢取得一些比较好的结果。那么首次呢，比如说证明了。 在一个就是波士取样机器上啊，能够来超越呢最早的电子管的计算机和晶体管的计算机。那么到今年呢，我们又有更好的结果。那目前的这个结果已经允许我们呢，能够它的计算能力啊和我们的手提电脑跟这个 laptop 差不多了。那么在超导方面呢，我们有类似的进展。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呢20个到50个量子比特的相干的操纵。我们希望呢，在不久的将来呢。 也能够呢往前呢继续推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在超能原子量子模拟方面呢也有比较好的进展。那么我们刚刚呢在开展就100个原子的相干操纵的一些工作。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可能来模拟啊强关联体系的这么一些脱谱的就物态等等。那么正因为这样，因为科学起步比较早，国家呢也比较重视啊。 那么，除了美国和欧洲在这方面非常好之外呢，其实科学院的这个研究团队啊，也在这个世界的这个量子计算的研究领域呢，是有一定的，就是说影响的。那么，我们希望在3到5年里面啊，一方面在量子计算方面呢，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一，然后呢，在我们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二，也就实现几百个原子的纠缠，这样的话呢，能够来实现呢一些有意义的。 量子模拟，那么作为一个总结，我觉得将来量子计算除了实现就是说量子模拟超越这个所谓的这个量子优越或者量子称霸之外，那我们到底在将来还能有一些别的什么影响呢？在这里我愿意提到一个呢，可能我们的量子计算本身啊，因为它的内禀的随机性，它本质上呢可能是跟这个 consciousness 跟意识的起源啊，可能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大家都知道有部电影是叫做《 Westworld》， 在这里面啊，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位就是女士啊，她认为她自己呢是有自由意志的，但是呢，其实呢，她的程序员告诉她啊，你其实你的每一句言行，你所说的事儿，其实都是有一个远程的控制器啊在控制着你。但是呢，在我们的量子纠缠里面，爱因斯坦认为呢，我们确实是有一个上帝，有一个远程的控制源在控制的，但是波尔认为呢。 我们认为呢 ，quantum randomness 这个量子的这个性啊，它是一种内禀的，所以也许呢，在将来我们的 brain 在工作的时候啊，可能跟这种量子内禀随机性啊，可能有相关的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说我们自然界啊有两个很大的创造，一个是量子的，就是说规律，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人的大脑。那么量子的规律慢慢发展出来，有量子计算的研究。 人的大脑慢慢推导出来有 artificial 的这个 intelligence， 那么其实当我们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话，也许我们能够造出一种，或者是能够来理解或者来产生一种新的 intelligence， 就是说呢，也许这个东西呢是超越我们自然界啊能够本身所创造的。谢谢大家。